好，其实在这个礼拜，因为主要有政见会的关系，所有网友的关注焦点又都回到了总统候选人身上。所以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蔡英文跟韩国瑜有一个很大幅的往右跟往上。这个蔡英文从上个礼拜这样跳好高哦。对对对，主要就是自己的自主高度圈粉增加，主要就是因为跟波特网友拍着这个影片。那再加上后续的事件，然后还有一些产生一些性别的那个话题。那蔡英文也有发因为人家都一直骂他，对，那他有贴文来告诉大家说他是适合做一个中华民国总统的，所以也圈到了不少粉。那韩国瑜嘞？韩国瑜一样，我们一直以来就讲说韩国瑜其实韩粉是很稳定的，所以他的高度基本上不太会变动。那所以他没有办法再吸收更多的粉，目前就他的粉还蛮固定的，就固定是这一群这个族群，他很难扩，但也很难消散。那可是对于韩国瑜来说，他应该要扩啊，对。他应该要突破他的同温层，但是他至少讨论量是大的。对，因为主要是政见会的关系，所以连宋楚瑜在上个礼拜都没有再进前十名，这个礼拜也进前十名。宋楚瑜在这里，对他之前其实都在这个排行榜的外面，只有第一个礼拜宣布要参选登记，那个礼拜有进到前十，那再两个礼拜又没有，那这个礼拜因为政见会又上来，这的确是要提醒宋楚瑜主席，就是说他的在几位主要的总统候选人当中，他的存在感感觉上是稍微低了一点，是透过了政见会，然后他这个礼拜的能见度被提高非常多，所以要接下来就是要继续观察，我觉得一个看点跟大家分享就是看宋楚瑜能不能接在这一波。网友在关注他，而且对他有好评的状况下，他能不能扭转？继续丢出一些议题或是政见，或是甚至大家觉得说他有很有经验这一点，继续去强化。可能还有机会，因为下个礼拜还有一场政见会。政见会。